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来，来吧。放柔。细腻度，球形没有什么到短边哦，最好控制潜水，有点潜水的味道最好，有点角度就好了。有点角度就好了啊，好，距离近的话就干脆做那个带。来，第二局，现在都用冲杆冲啊，才不会皮头，怕容易出锤啊！哦，你冲的话，那个摩擦力会比较没有啊。注意这个4号跟3号。这个控制力量啊，非常柔，左塞，种球做颗星边无所谓，因为它是洞口，这种球形都是在洞口。两颗星。好，这个球一颗星出来一点点啊，不要直球啊，低杆左塞，然后注意小细节啊。好，这个球形就是小细节的地方啊，两局提供参考，还有一些小小二分法，保重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